我跟你说哦，恰素有新开的河粉店哦，行，嘎记来去吃河粉啦。看这边门也打开了，有多久没看到两边都打开了吗？太夸张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居然不用 check temperature。就是这间啦，听说我们 Ben's Town 不只要有名，不吃看看有好吃不？什么招牌春卷，这卵是怎样？十一块。Camera 来，你就怪怪的。住在 Ben's Town 也有，这家伙做啥名？没记得啊。我来个 Hippy， 你吃一口看看。要丢，那当然要丢啊！多少菜当然丢啊！跟上海有名哎、欸，甘喝啉？汤很甜啊！哦，真的、哦、很甜哦。你这春卷吼、哦，有点薄啊，甲别人无同，蛮新奇，食看麦。哎、欸，你们有蘸酱啊？我跟 Rebecca 爱逛街，他这个人好，这个人就是爱逛街，我很节，很节制，我都没有买。屁啦，你不要狗屁，你手上那袋是什么？那袋在哪里？这是已久之前的事情。这个好看，它很像在仿人家 Chanel 的那种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哎，这个有点，哦，这是，但你那个是名牌的，好不好？有人说这很可爱，但是我是觉得我宁死也不会戴这个，真的，我不会戴这个。欸，这还要50块，笑死了！你戴我看。哎呦，你戴真的蛮好看的，你戴蛮好看。我才不要哎，好丑。说这一个会很好看，那要很瘦才行。这个会很好看，因为它虽然是弄起来，但是这看起来会非常的有锁骨，不是锁骨啦，这个骨这个。这一件我朋友跟我说，它是仿一个那种 Sweden 的牌子，叫什么高的，然后就是好像20万这样，它这边200多块，对，就是这一件，这一件，但很丑。再去。哎，为什么只有你戴这个不会难看？一般人弄这个，真的很像。你戴还蛮好看，但是我觉得那一个包好丑，走吧。就像这一件，这双很舒服啦。这双好毛哦！我刚刚看一个阿兜啊，头发剪得很 sharp， 就是戴着。很久了，但是它会很容易褪色吧？哪一个已经开始了？他喝饱了。你这样去 David Jones 有打折哦。又这个，这个不好看，要高跟比较好，那不好看。破坏了我的收视率吧！哎、欸，把客人吓走，赶快回来！不用塑胶，我们拿去好了。谢谢，我不要吸管，我有一个。在拍 YouTube， 这我弟啊，这我弟的老婆啦，他不想在里面啊。我也不要你在里面，你会坏我收视率，因为我们是要拿这个，我们是要拿。都吸不起来，我吸不起来。What's wrong？ 吸吧，吸。怎样？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嘴巴有皱纹，而且压力很大。真的，好好吃哦，好不好吃？都他、啊，他介绍我吃这个，我们超爱吃这个紫米酸奶。没有，这不是我介绍，这是姐。不要装，姐介绍，臭小子。阿来要喝什么 ？I'm Susie， 谢谢大家 ，See you next time。